次来香港是不是最大的得作就是广东话进步无上？对，因为我们电影的名字很长嘛，所以我觉得学这个电影名字的广东话是 CP 值很高，对，一次可以学很多字，对。要不要多讲几句啊？刚才说过的。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，好好睇啊！好好美啊！好感动啊！好好笑啊！为笑为喊。为感动，为啊，对不起，为感动，为笑，为喊，为感动，是不是都是这几天学的？对。你们是来了很多天吗？我们来了一个月了，对。为了就刚刚那个十五秒的时间，对，我们来一个月准备。但是平时是不是都有看很多就是香港的电影？所以听到两位的那个就是的广东话就是进步的很快。其实小时候就会看港片，然后因为小时候有时候可能是国语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。好，就是小时候他是配那个中文版的，但我可能会特别去平台找粤语的来看，我就想要听他们原汁原味的广东话，会跟着讲。因为广东话对我来讲其实蛮困难的，因为有些音就是会发不了，所以会努力想学啊，但就是会学不好这样子。有没有学过广东的脏话？啊，电影里有很多脏话，当然的啦。对啊。等一下跟粉丝见面会有什么福利给他们？什么福利哦？看今天现场有什么变化吧，我伺机而动。但是这次来谢票，就是看到很多观众朋友，就是一见到你们有大叫老公老公这样子。你们听到的时候有觉得很开心，或是害羞？好紧张，好开心，好兴奋，好害羞，怕丑。还没习惯，你笑什么？多谢大家。你们真的？你怕潮了吗？我怕潮了。那王金龙会不会真的完全不懂广东话？就脏话跟唔该这样，听得懂。知道。对。听到两位搭档就是广东话讲得这么好，会请教一下他们。有哎，感觉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哎，好像等一下可以来问一下。唔敢相信。对，不敢 something， 不是 something， 不敢相信，不敢相信，相信。好的。Unbelievable，OK。会不会打算以后就是来香港多几次？可能广东话讲得很好，可以再来香港。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一定会多来，因为也蛮很喜欢香港，然后香港的粉丝都很热情。期待有朝一日用那个广东话演戏，很远的愿望。你应该广东话做访问，然后再广东话演戏，对，一步一步来，一步一步来。好的，可以先尝试广东话。我现在就开始吧，现在，好啊，好啊。然后就从头到尾都不讲话了，无法开口。那昨天谢票已经跑了时长，会不会觉得有些很难忘的片段？因为有很疯的片段在网上。对。有一些片段就是我们可能要举枪，举我们的手枪，然后就是对着观众，发射一些爱心之类的，爱的电波，爱的电波，然后现场的观众都非常的配合，对，真是辛苦他们了，对，谢谢。大家看完喜剧之后都会演喜剧了，对，对。但是我觉得很好玩啦，就是跟大家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游戏互动，但是然后大家其实笑得很开心，但是有些人那个可能看电影到结尾还在感动的情绪当中，就是泪流满面的一直在笑这样，他就有点哭笑不得，对，一直被我们一直被我们逗笑，但又还在电影的情绪的感动，就很有趣，对。那如果香港的票房很好的话，你们会怎么办？再来，太鼓励啊，来一场五两吧。下次如果。
会带着导演一起来。嗯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他这次没来真的是太可惜。哦，这是福利。是，对。不算吗？好，怎么了？算了。大家的福利就可能就说，可能会不会说跳一下在戏里面的舞娘舞蹈啊？跳这么好，跳唱歌手的。那就再多看几遍就好啦。那你跟星爷有没有邀请他来看？你有在他 IG 留言，他有回你吗？他有回我，然后我就是有他 IG 留言哦。对啊，他有回。他在五月一号的时候就说，这个是一个很适合看电影的日子，然后有没有推荐？然后我就推荐我们电影，说这个正在香港热映。他说，哎，怎么没请我看首映？那怎么办？然后我就跟他下跪，然后有请电影公司，就是想尽办法联络到他。好鬼哎！对，哇塞，对。所以这次有机会见面吗？还不晓得星爷有没有空，但是就是有想办法送电影票给他，期待他有一天可以进电影院。对，是不是真的看他的电影长大的？绝对是啊，对，就是从小到大看过他太多经典的电影，然后他的表演或是他当导演拍的电影，我觉得大家都印象很深刻。有没有觉得哪一部？最爱哦，很难说最爱一部哎，就是看过最多遍的可能是黄伯虎点秋香哦，对，九品芝麻官，对啊，整人专家，对，啊，整鬼专家也是，对，功夫啊，少林足球啊，太多了，全部，对啊，真的是全部。那王经理有没有准备什么福利给香港的影迷？我啊，因为香港的女明星很喜欢贴那个泳装的照片。哇，就是票房如果到达某一个程度，就会怎么样？你发一些福利的照片，你想看吗？可以，很开心。我觉得哎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庆祝方式哦。对，所以刚刚就是大哥哎。哦，那就你们穿就好啦。我们大家在同一部电影，就是在同一条船上。对，我要修图啦。三个一起拖拍照吗？我们一起拖的画面能看，就是泳衣，大家也穿泳衣的拍照，不然穿那种潜水衣也算是泳衣吧。哦，潜水衣可以了，对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，应该可以。大家都拖，我们就包紧紧。嗯，我们要跟大家为什么要跟大家一样？对，对啊，对，包那种高领的潜水装，然后反而导演穿泳衣。啊，导演 OK， 可以，导演内裤都穿，都有拍。对啊，内裤也可以。三子帮他决定。那光汉之前去韩国是不是有追星啊？很开心啊！有，开心，开心，开心，见到很多很多很多厉害的演员。中文比较好还是韩语比较好？韩文对我来讲其实也很困难。对，就是真的要，目前有在努力。想要学习各种语言这样子，对。那见到 IU 的时候，那个心是不是蹦蹦跳，脸红，脸有没有红？就很紧张，很紧张，非常非常紧张。但他人非常非常好，对。那你们有聊什么吗？没有特别，就只是打招呼，然后就希望他好好保重身体这样子，因为他工作很忙，工作很忙，对。你跟他说韩文吗？怎么可能？对啊，就是有一个翻译啊，有一个翻译。对。会不会期待票房如果到达多少钱的时候，你们要再来卸票之类的，给香港的影迷一点福利吗？是真的希望，如果真的有机会可以再来香港，我们应该是会义不容辞的再。嗯。那目标呢？几千万之类的。因为就要靠你们了，对，所以。我看了上边。你看三遍了，对啊，他是铁粉。谢谢。如果2500，3000，4000，这晚都好，都好，对，如果破2500，就努力再过来，这样子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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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